你刚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喜欢孔令奇吗？其实你们都不了解他，他看上去很幼稚，爱玩，甚至会有些任性，但实际上他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一切不幸让他内心更加的强大坚韧。他比我认识的太多人都更有责任心，更有担当。我认定他，我喜欢他。姐，去哈尔滨吧。孔先生，那份报告已经出了，不管你做什么努力没用的。在车上呢，工作的事我一个字都不提，您就把我当做一个专业的专车司机就好。哎，你女儿呢？专车司机从不打听客人私事。它里面有很多的背景可以选择，一会儿你视频会议的时候把它打开，他们就会以为你在办公室里。你在这睡你会被冻死的。为什么要救我？废话，你是跟着我来的哈尔滨。他承办了一个我，我已经提前预定了。你别以为我不敢。像做你的分身情人，守在每个精彩。我衷心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。你给自己一点时间，让自己的心情先平静。就是我还在没想好之前，我先不见你。你这是敢色诱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想色诱你，你一个回合都打不过。我现在心里憋着一团火，我要不发出来，我疯的。所以你是想干刺激的事？上海游戏厅啊，最高纪录他创造。胜利，你看见没有？胜利！你和这些年啊，第一个带出来见我们的女孩。比起你妈妈，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性。苗城，谢谢你。你们就对我这么好，还是对所有人这么好？别跟着我，那小狼狗，人偏追你屁股，人不是小狼狗，我拜托你对人尊重一点啊！你看，哈尔滨有故事啊！我不会对你负责的，够像你的。我要为这份友情设下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不管你又撩我，就继续当你的冷血资本家。我继续当我的纨绔子弟，周游世界，喝最好的酒，撩最美的妞。不许撩！这个命令，我不会滑雪，我教你滑雪。我不想学。这个命令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我喜欢的女生，而去滑雪。让你推我！一个成年人能不能干点成年人该干的事儿？啊！我的另一半，我希望能够是一个良师益友。一个能够共同成长的小伙伴，把你耳朵揪下来。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不断鞭策我前进的匹配。不让你不怕疼，等待着。来呀，绝对不能因为我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。孔令奇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承蒙贵公子不嫌弃，希望与我携手共度余生，所以就算是为了他，我也不能让他输。他就是我的未来。以后我要是迷路了，只要有他在，我就知道准备什么。我遇见小孔之后呢，我觉得我变得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同情他。感谢你的出现，你让我。一生最幸运的事情，我也是。你又把他穿在身上，又把我穿在身上，我不想你了。那不行。